个浪漫台山线的一个自行车，我们蒋局长办的活动哦，非常圆满成功哦。那早上七点半的时候，我有看到张议员哦，一直说市长，请市长来看我们的花彩节。我非常谢谢议座把市长邀请来了。那市长有答应，下午的时候他用没有公开时间，下午他会拨空来跟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花田哦。那接下来呢，因为市长他不客亲自来，那也派了我们农业局的副局长，我们江富贵副局长，他要代表市长跟大家致辞，谢谢副局长。非常谢谢我们邓局长，我们在做席联张议员还有林议员，还有我们客家事务局那个蒋局长，他们在做说因为理想联谊会会长，他们还有林议员陈秘书以及我们各位会议，我们还有最主要是感谢我们各位里长，还有我们社区发展协会啊，我们各位贵宾以及各位乡亲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因为市长之前刚刚市长已经特别报告过，因为从早上七点半到三天以后，因为陆续后面还有很多行程要赶，所以说他大概晚一点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才会过来这边跟各位来做致意。那在这边首先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一个花彩节的部分呢，我们从10月28号从第一场开始，我们这个主户场地啊，总共有8个，总共有7个，就是说从芦竹中立、阳光西一直到平镇、杨梅，还有大溪跟龙潭。那因为我们龙潭也是主场地的活动是从今这一周开始。那也就是说，喝酒点浪费，还有叫好酒藤瓮底啊。因为刚刚一大早的时候，我9点大概就到了会场，我特别从后面绕了一下。那事实上，整个人潮是很多，而且在整个人潮里面呢，在从他们言语之间，对于我们一个花彩节，跟用只有一个字、两个字来形容，就说他们是花彩，他们真的很惊艳那种感觉啊。也就是说，他整个风景是不错的。那跟各位报告说，为什么会有花草节这一个形成呢？也就是说，在整个农委会在推动我们稻田的新闻一个政策里面呢，是一座一新哦，不是我们所谓一粒一新，是说一座一新。也就是说，在两期做里面呢，第一期做就是一起做里面是种水稻，那一起做是在做种新耕做新耕嘛。那种水稻方面呢，是在我们农坛呢在整个一个农推广种植上面的。是在104年、105年里面的我们龙潭这边呢，也拿到全国经典好美比赛的冠军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东区方面是第一名。那在今天我们集团就是说推广我们的集团绿肥作物之后推广我们一个花彩节的一个活动呢，事实上就是刚跟各位报告是怎么用经验的心态，那我是认为说真的是一个花钱要真的是一个世外桃花源我们今天龙潭这整个一个花区呢在这个新场地活动大概有25公尺我想当中朋友想各位乡亲都有去看过除了在这边有所谓的花市局以外呢还有向日葵也有百日草我想这一行程还有很多一个不一样的行程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龙潭这个风水这边还有很多的真诚用心在一个经营我们这个花草水这边的活动。那我们这次活动呢除了也配合我们在从今这一周里面也配合我们那个默默姐姐跟那个苹果剧场音乐出以外，那下周就有所有的暖心天后女生配置我们还有一个演出，还有相关模式跟 DIY 的一个表演。那最主要是我们在不管是我们学霸也好，或是说结合相关一个艺术家我们在整个可能各位可以到后面来参观了，就是说以我们黄西老师所主导的跟我们三菱设计协会这边来共同一个创作，叫做《爱黑黑》这个艺术创作，还有我们萧凯文萧老师，还有我们三菱的社区，我们三菱里的里长和谢里长，还有我们麦斯创意，还有林新林杰新老师，相关于我们艺术家相关于那个装置艺术也在我们活动这边来展出了。我们公所这边也特别安排说，你只要是跟我们这些艺术装置来打卡，都可以送金礼物。我想我们最主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呼朋引伴，来共同来欣赏我们这一个世外桃源。欢迎各位市委会来参加，谢谢。谢谢副座，请留步，马上就要请副座来代表市长，因为在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当中，有幸运的朋友抽到了我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我们昨天在我
我们的 FB 已经直播抽出了，那我们也恭喜林智慧小姐得到了这一个奖项，给我们掌声鼓励。同时我们有请副座来帮我们颁奖，也请与会的所有的贵宾向前一步，我们共同来合影留念。来，这是第一个画面，我们也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花现龙潭，缤纷桃源，在不在？在。好，面向前方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一。好，谢谢，谢谢与会的贵宾。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与会的贵宾稍微跟我们移驾一下您的脚步，我们到花田的前方，共同来合影留念了。我们有请与会的贵宾，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导引之下，待会呢，我们要请所有的贵宾手持着我们幸福的气球，飘扬在我们这一次美丽的花海当中。那也同时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在11月11号、11月12号、18、19号各有精彩的一个活动内容。同时呢，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访在我们的一个花丛当中，欣赏一下美丽的一个装置艺术。同时呢，透过我们这些丰富的一个作品，然后成为大家打卡的一个热点。希望大家帮我们共同来宣传。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来导引一下我们现场与会贵宾所站的一个位置哦。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站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前方，就是我们雄霸的一个创作。雄霸的一个创作呢，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当中哦，可以在各个角落帮我们来探访一下哦，非常的一个可爱，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装置艺术。除了我们的一个花丛，鸡舍好。记住的位置最棒了。剑风群舞，哎，我们有请所有的掌柜贵宾来坐好。哎呀，蒋捷安局长好啊，这个位置好啊。来，圆饼花椒在不在？在。龙潭花彩节棒不棒？棒。好，再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喽，五、四。非常棒的一张镜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我们多开心啊！有讲话的机会啊！哎呀，有讲话机会了啦！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现场。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午的一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工作电视台的哥哥姐姐，局长，谢谢啊，感谢给我们机会。演出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呢？哎，赶快把握时间，希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旅长朋友们，也请直接来到花丛中间，我们的所有的旅长一起，每一个都很美。旅长，旅长，旅长来来来，旅长集合，旅长集合，难得机会来了。集合，旅长，旅长，旅长。好，配合这一次我们花田设置的一个装置艺术，由我们王希老师还有三林社区发展协会用努力的方式为一起亲手创造爱心的一个装置艺术，一种一起制定好不好？还是有更多的一个装置艺术来跟大家来分享吗？好，要选的可以坐着。谢谢一座啦，感谢啊，好嘞，面向前方举手。谢谢邓局长，好了，
才又才的优秀的。感谢现场所有的一位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的一个掌声鼓励。接下来的我们还花彩蝶，我们开幕的一个记者会呢，也要再次圆满告一段落。谢谢大家。哇哦，虽然这个风哦有点微凉，但是感觉非常的一个舒服哦。都买了，哎，两三个，哎，怎么了？也没个证物，什么？去你那摊摊，不是摊摊都没有。